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Меня зовут Лита. Я ваш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с вам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Рада иметь такой шанс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заниматься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 大家好，欢迎来到沪江网校俄语 A2 课堂。我是你们的俄语老师 Лита。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Меня зовут Лита. Я ваш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с вами еще раз встретиться. 大家好，欢迎来到沪江网校俄语 A2 课堂。我是你们的俄语老师 Lita。很高兴我们又再次见面了。在开始新的课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上一课时的主要知识点。上一课时呢，我们总结了一些词汇，这个信息量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商场的各个部门，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常用的颜色，还有服饰的种类，比如说鞋帽啊、衣服啊等等。当然我们只总结了部分的词汇，所以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中要注意去细心的积累，扩充自己的词汇量啊，作为一个分类词汇这样去记忆。好，那接下去呢，原点方面我们有哪些收获呢？那比如说一个非常常用的询问价格的句式 Skolik stoit。 再有一个呢，就是二格的一种特别的用法啊，比如说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 Platje rodovo tsvet。 那这个短语它就用了 rodovo tsvet 这个二格作为非一致的定语来修饰 Platje。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 rodovo Platje 表示黄色的连衣裙。当然在表示衣服的尺码上面，我们依然可以用二格来作用，比如说 Platje 44 размера。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44码的连衣裙，这也是用到一个二个作为非一致定语。接下去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几个重要的动词，比如说 платить за платить 支付付款。那后面呢我们可以跟上 деньги 作为直接的补语。当然我们还可以加 за что 表示用钱来买什么，比如说我们举两个例子，платить деньги за книгу。 那很显然就是用钱来买书。当然书上出现的这种间隔关系呢，是说 платить куда， 哎，把钱付到哪儿去啊？到哪儿去付款啊？翻译过来 платить в кассу 应该是请到收银台付款，这是一个命令式，所以这个 в кассу 就是 куда， 去哪儿。接下去的这个动词呢是 мерить, померить, 表示试穿测量，后面的跟格非常简单，只要加上四个做直接补语就好了，比如说 мерить юбку 试穿裙子， мерить комнату 测量房间等等，这两个例子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除此之外我们要重点去说的就是形容词短尾的一种特殊的用法啊，当我们表示穿着服装或者鞋帽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用到这个短尾形式。它呢主要用于主观的评价，表示服装鞋帽对某人来说太大或者太小。那像这里呢就是表示过分大过分小这样一个过分的含义，这是短尾的一个特殊的用法。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些例子， этот костюм ему широк。那这句话呢它的主语是 costume， 谓语是 широк 这个形容词的短尾，而一幕作为对象啊，或者说补语，也就是说这件西装他穿太肥了，太宽松了。那就是说这件西装对于他来说太肥了。再看一个例子， эта рубашка тебе немного свободна，这件衬衣你穿有点大。同样的道理， рубашка 主语， свободна 谓语， тебе 是对象，所以非常的简单。那么大家就要注意了，这里对于某人来说，这个某人要用 кому 三个的形式，而这个谓语呢
大小松紧，那我们就会用形容词的短尾形式。那么形容词的长尾形式，它是不具有这种鞋帽啊、衣服啊对某人来说过分大或者小这样的含义的。那我们之前讲过长尾和短尾的区别，形容词长尾形式用来表示事物的客观的特征，这是它的一个性质，而短尾形式表示的是相对的暂时的特征。所以我们还可以再看两个例子。Какие узкие брюки? 好紧的裤子啊。这里呢就是说这条裤子啊，它本来就是很紧的那样一个款式，而不是宽松的款式，而应该是修身的款式。Эти брюки мне узкие。那我们怎么翻呢？就是说这条裤子我穿显紧，大家看到这里是相对于我来说它是有点紧的，而对于苗条的人来说可能它就比较宽松了，所以这是相对的一个特征。这两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区分开来。当然我们在上一节课呢，除了我们书上介绍的帽、猫啊猫路还有 велик велика 这两个词之外呢，我们还补充了一些形容词的短尾的形式啊，作为丰富大家的词汇这样的使用。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好好的去背诵啊，多多的朗读，特别要注意不同短尾形式啊，它的人称呢、性数上面呢它会有一些区别，也就是说它的重音大家需要去区分开来。我就不带大家重复的去朗读了，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课件内容。好，接下去呢我们就要开始新的内容，依然是第六课的对话部分。那我们就要从Ivan开始讲起，请大家把教材翻到这部分对话，书本的第79页。Ivan在干什么呢？ Ivan платит в кассу， 他正在收银台付款。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Иван. Это хороший подарок. Вы думаете, что платье мне идет? Да, конечно. Это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е платье. А юбка не велика? Нет, конечно. Она короткая, но это вам идет. Какой вы милый человек. А я хочу посмотреть сапоги. Девушка, а где у вас отдел обуви?Отдел обуви закрыт. Как жаль. А где музыкальный отдел? Я хочу купить компакт-диск. На первом этаже. Подождите, Иван. Мне надо купить шляпу и плащ. Люда, смотрите. Вон наш англичанин. Где? Я его не вижу. Вон там, в сером костюме.Д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это Питер. Интересно, что он покупает в ювелирном отделе? 好，我们来看看这部分对话啊，刚刚已经解释过 Иван 在干什么呢？ Иван платит в кассу. Иван 正在收银台付款。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Иван. Это хороший подарок. Вы думаете, что платье мне идет? 非常感谢 Иван, 礼物很棒。您觉得这条连衣裙我穿着合适吗？ Подарок 啊，表示礼品、礼物。其实呢，它有一个同根的动词，就是 дарить подарить，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啊，赠与谁，赠送于谁。比如说 Новогодний подарок 新年礼物。Покупать, делать, дарить кому подарок？ 大家看到这里我用了三个不同的动词，那都可以表示送给某人什么礼物。再读一遍。Покупать, делать, дарить кому подарок. 那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动词呢？比如说 получить 这个词，接收、收到。Я получил от него интересный подарок. 我收到了他的一份有趣的礼物。Дальше. Я ему сделал маленький подарок. 我送给他一个小礼物。那么大家看看这里，我们刚刚讲过 делать подарок.那如果要说给谁礼物，给谁送一个什么礼物，那我们这里强调一下用个目，所以这里出现的是耶目，送给他。他说但是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看到的呢，哎，
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动词是什么呢？一记 Платье мне идёт? 连衣裙我穿合适吗？这里 идёт 很显然啊，它的原型是一记。那么这个结构 Что кому идёт 是什么意思呢？啊，很显然跟走是不相关的啊。那我们之前学过很多了关于一记的用法啊，比如说 Я иду 还有 Снег идёт 吃水 идут。但是这里又是另外一个用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某物对于某人来说合适。那在穿着上面可以讲颜色或者式样等等，对某人相宜相称。那譬如说我们可以讲 Свитер тебе не идет， 这件毛衣啊不适合你。 Ей очень идет красный цвет， 他穿红色的衣服很合适啊，或者红色很衬他，这样来翻都是可以的。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里一定是对于某人来讲，这个某人依然要用格木，而这个东西这个事物啊，就是整个句子的一个主语。好，柳德米拉呢问伊万这条裙子他穿合不合适，那伊万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 Да, конечно, это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е платье， 当然了，裙子很漂亮。 А юбка не велика?短裙不嫌大吗？啊，柳德米拉又抛给他一个问题。那么大家看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юбка не велика。那很显然，我们可以加上格木啊 ，юбка мне не велика， 就是短裙对于我来说不嫌大吗？就是我穿不大吗 ？Нет, конечно, она короткая, но вам идёт。当然不，有点短，但是呢，您穿很合适。那大家看看我们前面讲的 велик, велика 啊，我们就不再重复了，这是一个形容词的短尾。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长尾形式 она короткая, юбка короткая， 很显然就是这条裙子的本质啊，或者说它的绝对的这样一个性质，它就是一条比较短的裙子。那么 короткий 短的啊，这个形容词我们之前也接触过啊，我们讲过它其实有两个相对应的反义词，那可以表示短的，所以是和 длинный 是相对的。比如说 короткие волосы 短发， короткие ноги 短腿，也可以和形容词 долгий 相对，也就是说短暂的，时间不长的。那譬如说 короткий визит， короткая жизнь 分别表示短暂的访问啊，或者说短期访问，还有短暂的生命。那么大家来看看这个词，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给同学们总结的这样一个短尾吗？比如说 Городок, городка, городко, городки， 它的意思就是说过于短的。比如 брюки ему городки， 裤子他穿嫌短。希望大家对于这个短尾表示过于怎么样的意思啊，能够熟悉并且完全的了解和掌握。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Городки， 它的副词呢是 Городка， 比较级呢是 Городчи。 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 Городчи говоря， 这是经常会用于插入语，表示的是简言之。好的，再往下面看 Какой вы милый человек， Я хочу посмотреть собаки， Девушкаあ、где у вас отдел обуви？ 您真是可爱，我还想看看靴子。姑娘，你们这儿女鞋部在哪儿啊？ отдел обуви закрыт， 女鞋部关闭了。这里的一个形容词 милый 啊，很显然是一个褒义词，它表示可爱的、讨人喜欢的、亲爱的或亲切的。比如说 милая девочка， 讨人喜欢的小姑娘； милый друг， 亲爱的朋友啊，这就有点像 дорогой 这个意思。好，接下去呢，柳德米拉说他还想看看什么呢？ собаки， собаки 这是表示靴子，当然它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它的单数呢是 собак， собак， 复数的二格也是 собак，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二格有一点特殊。那我们可以讲 женские собаки 女靴， кожаные собаки皮靴，那种真皮的靴子。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 Как жаль, а где музыкальный отдел? Я хочу купить компакт-диск.
真遗憾，那音像部在哪里啊？我想买 CD 唱片。На первом этаже, 在第一层。Подождите, Иван, мне надо купить шляпу и плащ. 稍等，伊万，我想买帽子和风雨衣。好，大家看到这里呢，有一个 compact disc， 这其实是一个英语词啊，它表示的是 CD 盘啊 ，CD 唱片。那譬如说，我们可以讲 compact disc долг для чтения， 那就是表示只读的光盘。剩下的呢，我们都讲过，比如说 шляпа плащ， 相信大家都记住它的意思了，我们就不重复了。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 Люда, смотрите, вон наш англичанин. Люда, 快看。那是我们的英国人。Где? Я его не вижу. 在哪儿呢？我没看到他。好，这边出现了一个 видеть， 很简单的一个动词，表示看见。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我们课后也说明了，它的变位呢，需要产生一些音变 ，вижу、видеть、видеть， 这么来做。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 Вон там, в сером костюме， 就在那儿，穿着灰色的西装。Д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это Питер. Интересно, что он покупает в ювелирном отделе? 对，确实是 Питер. 不知道他会在珠宝柜台买什么呢？好，大家注意一下 ，Вон там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那边。Вон 这个词表示就是、该是，它经常与指示或关系代词、副词连用。啊，目的呢是对其做确切的说明，比如说 вон туда надо идти， 应该是往那边走。Это вон там случилось， 这事儿就发生在那里。好，接下去我们看到一个短语 в сером костюме， 啊，这是一个六格的短语，大家记住，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 быть в чём， 表示穿着什么 в чём 六格。那比如说Peter в сером костюме. Peter 穿着灰色的西装啊，或者说灰色的衣服。Вчера она была в короткой юбке. 昨天她穿了一条短裙。大家注意这里呢 ，быть 就发生了时态的转变。那我们用了过去式 была。那如果将来时呢，我们可以说 Завтра я буду в білій рубашці. 明天我会穿白衬衫。这里呢？又转变成将来时 буду， 所以这个 быть 它会有人称和时态的这样一些转变。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到了一个非常常用的名词 costume， 表示服装衣服啊，当然可以说一套衣服，比如说男士西装的上衣啊、裤子啊，或者说女短上衣加裙子这样一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可以讲 рабочий костюм 工作服， спортивный костюм 运动服， домашний костюм 家居服。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我们既可以讲西装，也可以讲普通的衣服。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 那我们来看看 Peter 到底在珠宝柜台做什么呢？对了， Peter покупает кольцо， Peter 在买戒指啊，大家注意一下 ，кольцо， 我们之前是说过的啊 ，золотое кольцо， 金环线，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当然，我们也可以讲 золотое кольцо 是什么意思呢？金戒指。Peter 就在买这个戒指。好，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部分的对话。Peter покупает кольцо.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это кольцо? 2800. Это золото? Золото. Хорошо, я возьму его.В какую кассу надо платить? Во вторую налево. 好，一起来看看这部分短小的对话。Питер покупает кольцо. Питер 在买戒指。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это кольцо? 请问这个戒指多少钱？ 2800. 2800卢布。Это золото. 是黄金吗？ Золото, 黄金。Хорошо, я возьму его.В какую кассу надо платить? 好，我买了。去哪个收银台付款呢？ Во вторую. На лев. 对话内容都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就不多解释了。这里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Во вторую. На лев. 这里呢，大家看看，这是
几个？对，这是五加上四个的形式。但是有一点特殊，这里的前置词后面多了一个字母，那是为什么呢？这个字母呢，附着在五后面，是因为后面的词是以两个辅音打头的啊 ，would 这个音，而三个辅音字母啊连在一起，连续的发音会很困难，所以我们为了整个词组读音的方便，我们加了一个元音字母在 would 的后面。那类似的这种添加的方法还有不少，我呢简单的列举几条给大家参考一下。譬如说我们讲 igrać football， 踢足球，那它的整个一个公式一个结构就是 igrać w s z t o， 还有在周二 w w t o r n i k， 还有我们讲过 abamnie da domacja abamnie， 但是 na domnoi， 大家看看为什么会加上这个元音字母 o 呢，看看后面紧跟的词是不是都是以两个辅音打头的啊，都是这样，所以为了读音的方便我们添加一个字母。好了，说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老外 типичный иностранец что он делает в магазине， 他在商店里做什么事儿呢？请大家看最后一部分对话，跟我读一下。 типичный иностранец покупает шоколад。 Какой шоколад вы рекомендуете？ Я рекомендую шоколад Кетбери。 Это самый лучший шоколад。Реклама так и говорит. Только настоящий шоколад может носить имя Кэтбери. Фирма начала продавать шоколад в России в 92-м году. По-моему, шоколад очень вкусный. Хорошо, я тоже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самый вкусный шоколад.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две плитки. Fruit and nut.好，我们的老外呢，他正在买巧克力 ，chocolate 是巧克力的意思。那么大家看看营业员是怎么跟他讲的呢？那首先，老外抛出来一个问题 ：какой шоколад вы рекомендуете？ 您推荐哪一款巧克力啊？那么有关于这个动词 рекомендовать， 我们之前是说过的 ，рекомендовать кому что？ 向某人推荐、介绍什么？那营业员说了很长的一段话啊，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Я рекомендую шоколад Кэтбери. Это самый лучший шоколад. Реклама так и говорит. Только настоящий шоколад может носить имя Кэтбери. Фирма начала продавать шоколад в России в 92-м году. По-моему, шоколад очень вкусный.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推荐几百亿台巧克力，这是最好的巧克力。广告不是说吗？只有真正的巧克力才能叫几百亿。这家公司早在1992年就在俄罗斯开始卖巧克力了，我觉得很好吃。好，那么大家看到啊，这是一个品牌几百利。那么我们在这一段话里面呢要讲些什么？首先 firma начала продавать шоколад， 那我们之前是说过这个 начать что делать， 那么后面这个 что делать 这个动词的原型我们需要用上未完成体动词，我们后面还会再讲 продавать 这个动词，卖、出售。那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知识点在哪里呢？就是 самый лучший шоколад 这个短语，这是表示最好吃的巧克力，这其实是形容词最高级的一个复合式的形式。现在我们就大概来了解一下形容词的最高级。那形容词的最高级分为复合式和单一式两种。复合式最高级是在原级形容词前加代词 summary 构成，它呢有性数格的变化，与被说明的名词在性数格上保持一致。那比如说 самые трудные вопросы 啊，这是复数，所以要变得一起变成复数，最难的问题 самый близкий туалет， 这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туалет， 所以我们也要变成阳性的这种词尾，最近的洗手间。但是 среди нас Анна самая высокая， 这是表示我们中间 Анна 最高，这是阴性。 Я читаю самую интересную книгу， 我在读一本最有趣的书。那么 книгу 变成了一个单数的四个，所以前面的不管是 самую 还是 интересную 都要进行转变。我们再来看看单一式最高级，它是在原级词干后加后缀 ish ish。单一式最高级也有性数格的变化，与被说明的名词在性数格上保持一致。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讲 высочайшая девочка， 最高的小女孩，那这里 высочайшая 就是她的单一式最高级。还可以说 труднейшие вопросы， 最难的问题， ближайший туалет， 最近的洗手间，意思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形式上面一个是复合式，一个是单一式，都有性数格的改变。好，也可以讲 я читаю интереснейшую книгу， 我在读最有趣的书。好，那大家要注意，有些形容词呢它是没有单一式最高级的，比如说 узкий、 родной、 молодой，有些单一式呢最高级的形式是特殊的啊，就是不是按照夜式爱式变的，比如说 хороший， 那如果是最好的我们会讲 лучший， плохой， 护齿最糟糕的， маленький， 面是最小的。那所有这些规则呢，有关于单一式的这些内容，我们在第三册的教材上面有详细的说明，这里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的去讲解了，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之后再去翻看语法书去查阅。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 接下去我们看到形容词 настоящий， 其实这个词已经不陌生，我们在之前的课件中也展示给大家。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真实的、真正的啊，名副其实的这样一个意思。那譬如说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那就相当于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表示目前、现在，就相当于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还有Настоящая любовь， 真爱， Настоящее имя， 真名， Настоящая мужчина， 真正的男子汉， Настоящий герой， 真正的英雄等等。那大家还要注意，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俄语语法中的几个时态，现在时啊，我们可以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那过去时和将来时我们分别可以说成 Прошедшее время и будущее время。 好，接下去我们看到一个短语носить имя， 啊，字面意思就是说拿着这个名字，带着这个名字。那它其实就是讲以什么的名字命名，或者可以说被称为什么。比如讲 библиотека носит его имя， 图书馆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好，那在这个营业员说的一段话里面，他可以讲到 реклама， 几百例的一个广告，广告词说什么呢？Только настоящий шоколад может носить имя Гетберг， 只有真正的巧克力才能叫吉百利啊，所以就是才能被称为吉百利这个牌子。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个短语。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那接下去我们刚刚讲过，开始做某事的时候，这个做某事我们要用未完成体动词。那这里是 начала продавать， продавать продать 表示卖出售。那这个动词我们之前也提到过，那它的变位啊，不管是未完成体还是完成体都比较的特殊，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如果是未完成体 продаю、 продаешь、 продают， 如果是完成体啊，那就更加的特殊了啊， продам、 продаш、 продаст、 продадим、 продадите、 продадут 啊，一定要去记。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 我们可以怎么讲呢？ например продавать рабочую силу，出卖劳动力。 продавать что в оптом， 那大家都记得啊，我们以前讲过批发的、零售的，这里呢相对应的是他们的名词形式 продавать что в розницу， 啊，这就表示零售。但是 продавать что по дорогой цене， 这就是高价出售某个商品。我们还可以说 продавать пироги на улице， 个解在哪里卖什么？在街上卖煎饼。Продавать квас у буфете， 在小吃部卖克瓦斯。讲到克瓦斯，其实我们之前在说这个克瓦斯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小短文里面曾经出现过一个动词，就是 продаваться， продаться 啊，带上这个 ся 的动词，依然是表示卖、出售，但是呢带了 ся， 它就具有反身的意义，表示被动的含义。那么这个词它在变位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啊，带了 ся 之后呢，就要注意 ся 前面的这个字母是不是元音，如果是元音我们就要把 ся 变成 си， 比如说 продаюсь、 продаешься、 продаются， 如果是完成体呢，就是 продамся、 продашься、 продастся、 продадимся、 продадитесь、 продадутся。
注意一下。Хорошо. 好，我们讲了带虾的动词具有反身和被动的含义。那么我们举一些例子供大家参考。比如说 Этот роман продается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这本小说在很多书店都有卖。刚刚提到科瓦斯，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学习的内容。那我们讲第一课的时候啊，很早之前，那就说到一句话啊，一起来回顾一下。Квас продается в жаркую погоду на улицах прямо из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бочек, а в магазинах у бутылках. 在炎热的天气，科瓦斯直接被装在街上专门的大圆桶里出售，而在商店里呢，则是瓶装售卖。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 Квас продается 这个句子的主语是科瓦斯，谓语呢是 продается，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改写成 Квас продают。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 Бают песню 那个句子啊？很显然这个句子是一个什么句子呢？在句法上面来讲，这是一个不定人称句，也就是说它的主语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事实上它是有一个作为主语的，只不过这个主语不必提啊，或者不那么重要啊，不需要讲。在这个句子中 Квас продается 克瓦斯这种饮料就是主语，而如果我们讲 Квас продают 那么它就变成了补语，意为克瓦斯被卖，或者说人们买克瓦斯。所以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种句式的转变，这种带虾的动词，它的反身和被动的意义都是需要大家去掌握的。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 那么营业员说，这个公司开始在俄罗斯卖巧克力是什么时候呢？ В 92 году. 啊，在92年。啊，很显然他是省略了 в десять девятьсот 这前面这几个字，那表示的就是在1992年。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种在哪一年只有叙述词这个 второй 进行一个六格的转变就可以了。Хорошо, я тоже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самый вкусный шоколад.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две плитки fruit and nut. 好。我也觉得这家巧克力最好吃，请给我拿两块水果加坚果口味的。那么大家看一看啊，老外也是这么赞同的。那么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 plitka， 这表示方块或者说电炉子。那比如说 plitka шоколад， 一小方片的巧克力。Электрическая plitka， 电炉。在书名号里面出现的它其实是一个英语词 fruit and nut。那它用俄文字来表示出来就是 fruit and nut， 大家注意一下。好的，今天所有的内容都说完了，我们把整个对话的内容都结束了。现在我来考考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小测验吧。同学们都做对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堂课的主要知识点。首先呢，我们看到 Штукам идёт 这个句型，它表示某物对于某人合适，颜色适样，与某人相称相宜。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要注意这是 ED 的一个特殊的用法 Платье мне идёт， 我们经常会讲这个连衣裙我穿合不合适。接下去呢，我们就看到 warm 这个词，那我们组合在一起就 warm down，它表示就在那儿，所以我们讲了 warm， 这是具有强调作用的，就是该是啊，与一些代词啊副词连用做了确切的说明。接下去就是一个常用的短语，表示人穿着什么 which of chum， 六格的短语啊，比如说 в сером костюме， 穿着灰色衣服。还有我们讲的读音上面的一个拼写的规则啊，比如说 во вторую на лево，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加上元音 o 呢？这是因为后面这个词呢，它是以两个辅音开头，所以我们为了读音的方便，加一个字母，元音字母加上去，就读起来就非常的流畅了。好，还有我们提到了 nasid imia， 这是以什么命名，被称作什么？还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动词 bradavati bradati， 它的变位啊，不管是哪个体的变位，大家都是需要去
记忆、去背诵、去多多的掌握和了解。好，最后就是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就是 самый лучший шоколад， 这是一个什么形式？大家还记得吗？对了，这是形容词的最高级形式。那我们在课件中呢，跟大家提到，形容词最高级可以分为复合式、单一式两种。那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的是复合式最高级，记住是在原级的形容词前加代词 summary 构成，而且它与被说明的这个名词在性数格上保持一致。好，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课时的主要的知识点。最后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总结一下这一课的积极词汇，请大家跟我读。Платье мне идет. Какой вы милый человек. Я хочу посмотреть сапоги. Вон там. Питер в сером костюме. Платите во вторую кассу налево. Только настоящий шоколад может носить имя Кэтбери. Фирма начала продавать шоколад в России в 92-м году. Самый лучший шоколад. Две плитки шоколада. 好的，所有这些词汇和句子，同学们是不是都掌握了呢？啊，这一课呢，我们把第六课全部的对话内容都学完了。下一节课呢，我们会学其他的国情文化知识。好，所以课后呢，大家还是要去认真的复习，去总结回顾我们的课件，有问题一定不能放过。学过的这篇对话内容呢，大家也要跟着录音去多多的朗读，模仿语音语调，这样子呢，大家对语言材料的掌握就会越来越好。好，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儿，下节课再见咯。 Сегодня на этом закончен наш урок. Спасибо за внимание. До встречи.